緑の地球を怪我したやつらは決して許しておけないと、ウルトラマン。那天对最受欢迎的魔术师乔治佐助而言，是让他名扬全世界的最佳机会。他准备在这天发表从沙拉姆沙漠瞬间转移到日本特设会场的划时代大魔术。设在郊外的会场来了许多观赏世纪大魔术的人，乔治的妻子和儿子小红当然也不例外。许多群众一大早就聚集在会场，距离表演开始只剩下一分钟时间，历史性的一刻逐渐逼近。科学警备队接到发生事件的通报，马上出动前往现场。什么？舞台根本什么事也没有吗？怪兽呢？不是我白白做的！爸爸，小红，你在干什么？你们说没有怪兽闹过的痕迹？是啊，你们不是接到怪兽出来闹事的通报才赶过去的吗？不，他们说也不知道怪兽从什么地方来的，从什么地方消失了。我们搜查过现场的四周，也没有找到怪兽来过的痕迹啊，真奇怪。真是太奇怪了。乔治佐助魔术师，他不是本来预定在那个会场瞬间出现的吗？是不是啊？难道他在沙拉姆沙漠出了什么事吗？队长，根据超一郎跟玩木队员见到的描述，幻影怪兽的蒙太奇像做好了。那我也要看看。这的确是这是十年前在沙拉姆沙漠发现的怪兽，所以它也被命名为沙拉姆。好像啊，不，一模一样。但是为什么十年前在沙漠出现的怪兽会跑到魔术表演的会场呢？要出现的应该是乔治佐竹，不是吗？我去看看好了。文墨、湖边，你们去沙拉姆一趟。啊，顺便把乔治佐竹去沙漠的直升机驾驶员也一块带去。这个时候，超一郎队员前往拜访乔治佐竹的家。
哦，我是科学警备队的超一郎。啊，对不起，我刚刚真是太失礼了。我是来请教有关您先生的事的，请问他有在跟您联络吗？没有哎。是这样的，我想请教您一些事情。请进。谢谢。在右前方20公里的地方啊。哎，就是那里。芦苇好厉害，到处都是沙耶。这种小场面你就敬佩了。小镇左竹要怎么样从这里跳到日本特色的会场啊？王木，只有这一带的地形有变化哎。好像蚂蚁地狱。瞧着左竹，他曾经站在这里，然后就遭到怪兽的袭击了。这确实像是有东西移动过的痕迹，但是不管怎么样，怪兽也不可能去日本啊，这种现象真是太奇怪了。骗子魔术师，我们还不是骗子，骗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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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术师，我爸爸不是骗子。那你说为什么会出现怪兽呢？难道你爸爸是怪兽吗？利用催眠术移动场所？是的。那这不是一种瞬间转移术吗？太厉害了，果然是世界大魔术师啊。我先生他也非常的兴奋，认为自己又可以名扬国际了。我爸爸不是骗子，不是骗子。小红，妈妈，爸爸他不是骗子。报告，我们回来了。队长，乔治左竹站立的地方有怪兽活动过的痕迹。怪兽？据说乔治左竹所想出来的魔术是一种利用催眠术的瞬间移动术啊。那他就是利用这个魔术把怪兽送到日本来的。可是如果怪兽是乔治左竹驱使的话，那么你们去那个地方应该可以看见乔治左竹啊。说的也是，但是要在短时间内离开沙漠到别处去根本是不可能的。雷达下面有反击，坐标点2034没有错。瞬间移动术从坐标2034往室内25地区移动中。室内25地区？乔一老，那不是魔术师的家吗？是啊。我就觉得非常的可疑。我一定要把他抓起来，揭发那个可恶的魔术师的秘密。玩木、破边，你们听命令行事，千万不要随便攻击啊！你说的什么话呀？这种危险的家伙应该赶快把它收拾掉。玩木，你
等。是怪兽哎！布兵，还差一点点了。好。喂，我是丸木。室内第三地区出现怪兽，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怪兽现在像睡着了一样不动，现在是收他最好的机会了。丸木，你先不要管他，直接前往室内第三地区，快！遵命。切，差一点就解决掉他。开始移动了，太奇怪了。若美，对他施展动核攻击，快点。是。他又停下来，而且闭上眼睛了。怪兽啊，怪兽啊，怪兽啊。秋意了。总部，总部，我是秋山。是不是发生了异常状况了？你怎么知道的？室内第五地区又出现怪兽了。那是瞬间转移现象，那是一种幻影，如果不管它的话，久了就自然消失了。曹玉郎，你那边的怪兽呢？怎么样了？陆奥美，我现在要去一趟魔术师的家，你就直接回总部去吧。可是你那只怪兽在室内各地制造幻影，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引我们离开这里，你不懂吗？怎么说这只怪兽是他才是真正的沙拉姆，也许跟魔术师有着某种关系在。啊，队长，沙拉姆消失了。我知道，你们快点回总部来。知道了。小红，你妈妈呢？妈妈，妈妈，超一朗先生，怪兽好像朝这里来了。啊、哦！请你千万记住，绝对不能够妄动。怪兽的目的地很可能就是你们家呀。怪兽要来这里。得了，那个怪兽是为了要甩掉我们的追击才在各地出现的，我们不能被他骗了。目前可以确定的是，那个怪兽是要向室内第五地区，哦不，怪兽是想去魔术师的家。准备麻醉弹，怪兽看到我们接近，很可能又会用瞬间转移术在室内各地移动，先让他睡着再想办法。
小红，我要打死他。等一等，小红，我要打死他，是他害死我爸爸的。小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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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找我的家伙、啊、小红，你没事吧？又想做瞬间移动，是宇宙超人，操！宇宙超人为了阻止怪兽进入催眠状态，再度瞬间移动，而使自己微小化，进入怪兽沙拉姆的身体内部。像这样持续缩小自己，会消耗比平常多好几倍的能源。奇怪，宇宙超人是怎么了呀？怎么不见了？哦，宇宙超人破坏怪兽沙拉姆的催眠状态，想救出与怪兽沙拉姆合体的乔治佐竹魔术师。他在干什么？他在分解怪兽呢。原来如此，他是先将怪兽分解开来，然后再组合起来的。哈！爸爸！
小红，爸爸，小红，小红，爸爸，爸爸，哦，想不到乔治佐竹魔术师会跟怪兽合成一体的。是怪兽想要利用乔治佐竹魔术师的瞬间移动魔术呢。好了，回基地去吧。奇怪，超一朗呢？对了，他又跑到哪儿去摸鱼去了？可恶的家伙。猛然と大型ブルドーザーが突っ走る。太いドリルをぶん回し岩を砕き、パワーシャベルが土をかき分ける。この大迫力の実験に満足している親子がいた。だが突然大型ブルドーザーが液体生物に乗っ取られ、機械怪獣となって襲ってきた。次回ザ・ウルトラマン、科学警備隊へのチャレンジ、機械怪獣ヘクトール登場。